世界在变，寻找生活中的智慧和快乐不变。你点我就不来了，在这忽悠我有什么？纯享会，换一种心情，就在快乐驿站。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，现在我要兼并摩托罗拉。问题是没有人才不好办呐、啊，我就想了个特殊招聘的办法。大家看到这个字没有？啊，这是我自己造的个字，我想用这个字啊考一考他们，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来说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。一号，我就是一号。是这样啊，其实今天这个考试的题目呢很简单啊，你首先看看你背后这个字啊，啊哈，有，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这个字，从书法的角度来讲，它是一个什么体？这个字，它是，老板，你喜欢的模样的体啊？我喜欢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体？那老板贵姓呢？我姓刘。那就是刘体。那我要姓马呢？马体。那我要姓罗呢？那罗啊。世界名著看少了啊。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。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？老板，这个字啊，我认为它是一个会议字。什么会议呢？你看啊，它外头一个门，里头一个犬啊，门为户也，犬为狗也，门犬相加，看门狗也。这个字它念看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念看。哎呀，国家，你还是个发明家嘞。老板，你敢写我就敢练，你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。那你这是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呢？思想有多远，我们就可以走多远。你现在就可以走远啊？你不骗我了啊？为么子呢？为么子？叫你走你就走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这种人肯定不灵要，没准哪一天拿我的钱去炒股票。二号来啦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美丽，她还有一些漂亮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回声。把回音关掉。贵姓？免贵姓朱。叫什么名字？还珠格格。你还是个复姓呢，伙计。年龄？小女今年28，至今还未谈婚嫁。哎呀，我管你婚嫁不婚嫁，告诉我学历啊？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？哦，我是交大的。交大的？哎呀，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嘞？都不是的。那是？我是我外婆交大的。那还是个民办大学了，伙计。那你今天来是？我是来应聘的。我听说老板今天在招工，我就可以来考一个女秘书加关公。啊？不是，搞错了，是公关，我先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，我这里是想招一个总管。秘书加公关，他就是总管。这是个什么总管呢？时间一长，我什么事情都要管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蛮勤快的。不不干什么？不想你们。哎呀，不，哎呀，对。我是还珠小姐啊。哎，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呢？格格小姐。还有还珠呢？你怎么那么烦人呢你？好，我说我们能不能言归正传？哦。好，我首先请你看看这个字。啊。
从书法的角度来说，它是一个什么体？有，老板呐。啊。那你说这个字，它都有些什么体呢？那就太多体了。那就是多媒体。怎么是多媒体呢？我每天多体贴一下，简称就是多媒体。那干什么干什么？我说，你赶紧回答我第二个问题。哦。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？这个字，它念汪。怎么念汪呢？你过来，过来。你看这个字上有个门，门里有个狗，它见的人就吼，吼的那个声音，它就是。嗯。汪、啊。不，我说还是管住他，你不要玩了，你这一玩我这个心里直发光，我这。哎。他的心里如果真发光，那我的工作就会有希望。有希望。哎。妹妹，你打单的。怎么样？往回走。哟呵，你不污蔑我啦？不敢拼。哎呀，我见过老板千千万，没见过像你这样子反叛的。我看你是属黄瓜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欠拍。哇，你说这种人呐、啊？欠拍呀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这个环境啊，太轻狂，用不了两天，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。上号到。途径一封枪，嘿，踩过村民乡，嘿，工人速度拉桥头，拉镰刀，嘿，拉镰刀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考试的。姓名，直啊，人称老实，因为我这人性格比较直，遇到某事说某事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先看看这个字。有，老板呢？啊，这个字写得好啊。是不是啊？这个字很有韵味啊！哦，你看呐、啊，它点横撇捺一样粗，方方正正像个屋，门口还有两个坝，里面关的不是猪。哎呀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啊！谢谢夸奖。啊，这样，你赶紧回答我第一个问题啊！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讲，它是一个什么体？黑体。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了？这一看就知道是个黑体了。哎呀，老师老师，真是老师啊！哎呀，大家别看他长得胖，说不定他最有希望。这个老板真有意思，出这么一个简单的题考我。其实在座的各位都知道，用黑笔写的是黑体，用红笔写的是红体，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。哎呀！我说老师，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，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？它根本就不是个字。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个字呢？我不认得你。老师老师，真老师，真是看到我是说我是。好好好，我马上给你拿表，拿表填啊，只要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。哎呀，老师啊，真是人才难得啊！哎，有一首那个诗是怎么说的？就是说那个，就是穿着铁鞋子到处找，找不到，结果那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。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呐、啊，稀里糊涂乱弹琴。哎呀，老师啊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呐、啊！就这么定了啊，月薪1000，不行。钱少了啊！你要多少？800。老子啊，家住河蚌，精神病院16床啊！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。好好看。